因为有人出国快两个月了，赶快来给他吃一下北方菜，免得干干叫叫不停。好啦，这个是正菜哦，难道我别帮我们拌米斯拉皮哦？这道是鲜豆鸡丝哦，这道是给我妈妈点的，因为呢有新鲜现剥的豆豆，然后这道呢是我自己很爱在天厨，几乎别的馆子吃不到的炸虾球。这虾球好吃，就是因为这虾球里面都是虾子，而且不嫩嫩，这个不嫩嫩。素蒸饺在天厨哦，这个也是给我妈吃的，哎，给我阿姨吃的。有人等不及了，给我吃的呗。你看它的皮嫩嫩骨头，哎，我就喜欢它的这个馅，够碎够油。哥哥帮我把帽子掀开来，我下次哦开直播教大家做合菜戴帽，好不好？因为合菜戴帽哈、哦，要来夹饼，要来增加蔬菜量，好合适哦。好了，这是小饺面，因为之前呢、哦、我都不要天厨给我的服务。可是这次呢，我要天厨的服务。耶耶耶！嗯，但是问题是你还是得找到四面。烤鸭来了，请看一下哦。烤鸭来了，大家要看一下哦。我们今天在天厨有点一只烤鸭，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是烤鸭，香喷喷哦，而且正在冒烟哦。好了，赶快拿去分了。你还很有劲道，对不对？很像我们家的，对不对？偷笑干嘛？软豆带粉哦，跟潮汕糊不一样哦，也是软软的。这是熟汕，熟汕料理。熟汕料理哦。烤鸭来了，好来上桌。好，这一盘是鸭皮。天厨很传统哦，天厨哦会把它分开来处理。这家是北京市的烤鸭，所以呢它的鸭肉全部都要靠甜面酱来沾佐，并不是腌过的哦。要好，好了，我要吃烤鸭了，呀比呀比，漂亮的肉来了哦，你看它排得这么美哦，天厨就是这样子哦，皮肉分离的烤鸭。老师傅都赶快吃，快点！妈妈肯定吃得动的，叫做金葱海参。有人这样看着金葱海参微微笑，微微的笑。听说很多外国人有认证天厨的酸辣汤，不是开口笑，因为它都裂开来了，所以不是开口笑。炸芝麻球，它只要熟了，它那个糯米就会爆开了。你看，好看吧？芋头拔丝哦，而且他们家的芋头好大一块哦。没有这个名字的，地瓜拔丝才多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好。哎，这款有无？这是天厨知名的甜点哦。你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拔丝？哎，哦吼吼，这个很厉害。我让你看，它一遇风就已经脆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碎掉碎掉了哦，哇，好精彩哦！我要你给它好吃，也好玩吗？很好吃。它这个拔丝哦，跟意大利面一样粗，它不是细丝。不会，你把腿踢，你看妈妈拿根比较粗。不会，你赶快来。有，第一步步的哦。我有，都有啊。用橄榄唔汤唔汤煲，用橄榄。我会刺伤，会刺伤哦。好，来给大家看这个甜点。今天这个是为了你们，为了妈妈特别做的。我知道了，师傅今天忙死了。师傅今天好忙哦。谢谢。谢谢。